他们来自遥远的国度，操着不同的语言，有着与我们迥异的肤色和习俗。别背叛我！然而，他们又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，同样流露着渴求知识的眼神，同样绽放着充满活力的青春。荆楚理工学院终将在他们的人生成长道路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印痕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，国际留学生。让我们走进这个群体，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。大家好，我叫伊登，今年23岁，来自中非刚果布。大家好，我叫艾丽丝，今年21岁，来自东非卢旺达。大家好，我叫拉希德，今年27岁，来自南亚巴基斯坦。大家好，我叫马西，今年20岁，来自东非吉布提。大家好，我叫杜塞，今年24岁，来自西非加纳。